好，现在我来弹一首西洋歌曲，叫做《望月想爱人》。那日语歌曲叫做《浪花绝人生》啊。那像这种歌曲，它最低音是。起音是哆，起音是哆的话，我原则上如果是起音是哆，我们就是把 C 调的嗦，嗦当哆就是 G 调，哆哦哆，哆来咪发嗦啦西哆来，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因为我身边也没有谱，我就用 G 调来试一次。好，听着音乐来弹。这首歌哈，我也很久没有弹了，那第一次弹，那刚刚有小地方不熟哦，
所以没有跟上音乐啊，我也不想再重复再弹啊，因为完全就是靠音感，完全靠音感啊，就是说你心里啊，心里就要有那个旋律，心里有那个旋律，那因为它是 G 调，所以它的主和弦 G， 嗦嗦嗦嗦啦嗦，咪嗦啦，哆啦嗦咪，啊，这个用E麦和弦，啊，它的关系小调，啊 ，G 和弦，咪嘞哆啦，嗦啦哆哆啦哆嘞咪，哆啦嗦哆。大概用的 E 和弦，或是那个 G 和弦，或是 E 咪哦，嗦嗦咪啊咪恰啊，启用 E 咪，嗦啦哆哆啦哆啦嗦咪雷咪嗦恰恰恰恰恰，好，把那个空拍填满，咪咪雷啊雷雷，用 D 和弦啊雷，咪嗦啦啦。咪咪咪咧，咪嗦啦啦，啦嗦咪咪嗦咪咧哆咧，咧咧咧咧咧咧咧咪咧哆咧，嗦嗦咪咪咧咪咧哆，啦啦嗦啦咧哆啦，嗦啦嗦咪咧咪嗦恰恰恰咪咧哆，哆咧哆咧咪嗦。咪嗦嗦咪，咪嗦啦哆的，啊瑞，可以用西和弦，或是也可以用这个和弦，这个也是说，啊这个 G A 啊降 B 啊 A G 啊 A 嘛用 A 嘛。这是用 A 麦或是 C 都可以哦，各位试试看哦，就是尽量不听不看谱，那你脑海里面有旋律，你就跟它弹出来哦。啊，刚因为音乐的速度标准的速度哦，啊，像我刚刚弹就是。依照它的速度，如果说你觉得你会赶不上，你用枫叶播放器，你把它放慢，哦，你把它减 0.1 哦，就变 0.9 那速度就慢很多了，你就不会跟不上了。不对，不是这首歌。哦，这样子，哦，就慢很多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子你手就不会赶不上。哦，这样是不是就很就快？
好，大概用这个速度啊、哦，就把它减慢就可以了。好，各位试试看，加油。